九物民众牺牲，六四英明门，烈士门。1989年5月20日，北京宣布戒严。21岁年轻工人向东，送女友回家后，回到广场，翌日。向东毅然写下遗书，向家人张贴。向东你讲，我做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，就是死了亦在所不惜，这些是为了民主自由国家兴亡不顾有责。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，这是我的责任。27年，未出世的已成人，当年学生不在意，当年的花白祖宗，时代巨轮推白色恐怖包围，无止境的手搏，一幕幕下幕破灭。为了生存，虽然换了方式，仍然重操旧业。今日有人排除万难，走到六四纪念馆，接驳讨论，搞震撼。有人坐住轮椅，在人潮之中，在镁光灯之下。有人父老提幼，不怕自己知此刻的犯罪，终身之年。有人独坐角落，视线模糊了，仍守护住摇曳的烛光。有人维护住你们的家人，一起在监视偷袭的网络里面奔走。在平板以人之路，有人将一件历史送到联合国，送到无数的平台上，现在要全世界为你们作见证。在无数的苦难之中，我们仍是同行的挚友，即使剩下最后的人，我们仍会灯火相持，咬紧牙根，面向风雨，追求恒久不绝的功夫。这是你们和我们不同活着的证明。黎明前的不下，我们忧伤，出就答，我们仍然看见彼此，仍然互相爱惜，此心安住故乡。不少的十不周年，或到2047，我哋团结，共同共同，愿你哋在意之力，倾注我哋嘅信任，愿你哋在意。莫爱一分钟，莫爱一分钟。
默哀而不请坐。天安门母亲群体由六四死难者家属同埋六四伤残者组成，一直四出搜集死难者嘅资料，揭穿中共嘅谎言，尝试为家人讨回公道。佢哋从来都唔能够公开点起烛光祭祀死去嘅亲人。佢哋有好多已经系满头白发嘅老人家，仍然在家嘅难熟，每年六四都会遭受公安严密嘅监控。跟住我哋要播放嘅系天安门母亲谭淑琴嘅录像，佢嘅女儿系桂如喺六月三号晚被喺马路边被经过嘅军车开枪射杀，最后死喺人民医院里面。我哋一齐嚟睇下陈淑琴女士嘅心声。尊敬的军人对您的增加五倍的朋友们，我是江南的女婿，全体成员今天受难者们的委托，向大会做发言。我的名字叫谭金群，是北京感染馆的一名学生，有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，今年77岁，1991年出生。我的女儿谢美茹是北京展览馆劳动服务中心的职工，女生，当年她才25岁，现在住在北京展览馆宿舍。我的女婿是北京展览馆三高的代表，与中方左手谭鱼有一个1岁8个月的大女孩，女儿女婿的感情很好，带着孩子，一家三口，生活很安逸幸福。万万没想到，89年六四屠城惨案，彻底改变了这个一家三口的命运。丈夫失去了妻子，弱小的孩子失去了他的妈妈，而我一个女生也永远失去了我百般疼爱的女儿。我的心好痛苦。事后我慢慢的知道，当天死去的人太多了。从此，我和我的全家以及亲朋好友都处于不可思议和无奈之中。我知道，这样的屠城事件，双方怎么理解和如何处理，真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重要的政府一个
Sure.